西月，来，小心！ 没事了，王爷，快！王爷，快！喂，你没事了，我来晚了。你还知道你来晚了，都已经结束了。 文秀的罪名已经宣判，绑架公主，毒害使臣，行贿敛财，他都一一认罪画押，只待秋后跟其他要犯一起问斩。我们自幼一同在云锦庄学艺，如今看到他这副样子，反倒有些于心不忍。没有什么于心不忍，是他作恶多端。从云锦庄开始。 他给霓裳使了多少绊子？叶文秀，嘘，师傅在教我刺绣。 杨文秀，我娘到底是不是你害的？<笑>